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招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4集的节目。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一款 SDCC 限定发行的，致敬到 G1 大电影里头五面怪还有鲨鱼精、鳄鱼精的这个组合包。那它的价格呢，在台湾的网拍上呢，一直呢死咬着3299块钱台币不放。那么呢，在双十一的夜晚呢，我凌晨的时候呢还没睡觉，看到有某一家网拍呢把它放到2400一个，那我犹豫了一下呢还是没入啊，因为最近买玩具买的实在是太凶太多了啊，一下子喷出去的金额真的是太多了啊，补血还补不够啊，所以就犹豫了一下没有买。天亮之后呢，想想好像有点后悔哇，就想说呢再上网搜一下啊，已经找不到2400的价格了，心里面呢不免觉得哎呀又错过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啊。结果没想到在就今天的下午呢，看到了朋友呢去台北台湾海之宝的一个特卖会啊，它的价格呢从又下修到了1800块钱一个。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说呢，昨晚的犹豫呢是正确的啊，每到夜晚的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越是要冷静一下啊，不要随便的就把这个东西给下标了。那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做这一款的开箱啊，其实呢这个呢拿到已经一段时间啊，也不是我买的，这个是好朋友海广修呢所借给我的。那这个的话呢就迟迟没有买，除了价格我觉得这个3299我觉得是有点贵，再来是因为呢它这里头呢这个 Deluxe Class 的这个鳄鱼精啊， Voyage Class 的五面怪，还有这个 Commander Class 的鲨鱼精呢，我都有同模的角色了，同模的一个收集了，所以呢就更加的呢会犹豫一下没有把它入了。那我们就呢利用这一集来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分享。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家伙昆特杀星人，这是这个组合包里头呢最特别的一个存在了啊。它唯一能动的呢只有头部，像是异星一样的这个头雕。那它的一个内部你看到就有绿色的这个造型，跟它身上这个绿色还有这个触手都是绿色，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生命体的感觉。那它的一个身上这个触手啊其实是不能动的啊，这个是软胶，你看这个不能算可动了啊。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身上有这种章鱼触手的关系啊，所以到了变形金刚第五集的这个昆特莎的这个女王的话呢，身上呢她的一个下半身呢也是布满了类似于是这个软体生物的这种感觉。那这个的话呢就这个头的话是有点松啊，这个银漆呢没有涂满，如果涂满的话呢可能就不会那么松了。眼睛是红的，牙齿的话呢刻画还是有，虽然是一个这个软胶的一个部件，但实际上感觉刻画什么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下面是水蓝色的一个透明件，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暂时的摆到一旁去，接着呢跟大家分享它的其他几样小东西啊。这个鲨鱼精在泰坦不对，应该是合体战争吧，它是也有推出 Commander Class， 但是那个配色呢是紫色的。我也有一款全新没有拆啊，但是呢我把它收在我的这个大纸箱里头，已经不知道收去哪里啊，就懒得把它找出来了啊，这一集就不拿出来做一个对比了啊。它的话呢有附带一个像流星锤一样的东西，这个呢是变形的时候呢会变形它的一个尾巴。那可动度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啊，腰身的话呢卡死不能动比较可惜，脚前后踢，膝盖呢有一点点的幅度，没有接地啊，毕竟它是一个 Commander Class， 能动的呢也就这么多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给各位进行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好了啊。首先的话这个部分呢先推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头部的话呢往上翻，这个头部的话整个缩到身体内部去，再来把这个脚的话呢，脚的话是这个地方翻上来往上翻，然后呢我们这个膝盖的话呢往上折上去，往上折上去，到这边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过来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这个两侧的话呢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就将它扣起来，这个时候呢变形差不多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我记得是反转哦，不应该说手呢变成脚，做一个这个掉了，反转，然后呢往后是往后退吧，对不对，它应该是把它往后面退，但是呢这一个组合包的这个球关是感觉是比较松，应该说整体关节好像是比较偏松一点点。好，推到后面去，这样的，嘿，整个推到最后面，好了，然后这个手的话呢就稍微调整一下，以及呢把这个，你看啊，这个有点像是青蛙，对不对？但这个鳍上来之后呢，哎，这个鲨鱼的感觉才出来了啊。那以配色来讲，还有这个神情来说，我觉得好像之前旧的版本呢
感觉是比较凶恶一点啊，这个的话感觉是太可爱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凸，就是要扣进中间这个卡槽，看了就知道了啊，这个将它给扣下去。好的，就变成了一条有着小小尾巴的鲨鱼精啊，虽然我真的觉得它不是那么样的像鲨鱼。这款玩具啊，当年的这个Combiner War 时代的那一款，我不知道是不是 Combiner War， 如果讲错就各位就纠正一下，就说因为它本身在动画里它是一个量产的，所以这个玩具的话，当年的那一款的模具的话呢卖的还不错啊，就是因为可以收复数，所以大家的一个评价都比较高。然后它牙齿啊什么做的很可爱，你看外面也有长出这个牙齿，然后这个眼珠子啊，这个眼珠实在是做的太可爱，你看这样遮起来简直是萌系的神奇宝贝吧啊。OK， 那这个小型的这个鲨鱼我们就放到一旁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一款啊，这个的话呢，应该是我觉得非常珍贵。这个头条简直有趣，居然是一个牛，应该讲牛还是猪，还是这个对不对？就是非常凶恶的这种兽人啊 ，Orc 对不对 ？O R C Orc 对不对？奇幻文学里那个 Orc 兽人的那个感觉，然后他的一个带这个尖刺啊。也比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过的这款，我们两个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就一整个就是杂兵跟这个队长的一个差别吧。你看到这个肩上的这个甲胄，它这个带刺这么尖，而这个的话是之前就短短一点点，然后它是一个像是面罩一样的脸，但其实那个并不是面罩啊，之前也跟各位提过，它是给张开的，然后这个则是带上了像是这个是暴走族的一个，那个眼睛还是这个。这种三角形的血红色的眼睛哦，看上去就是很邪恶的一个 ，OK， 或者那种什么 H 漫画里头，就是 H 卡通里头会去对精灵下手的那一种 Orc， 对不对？对，这样讲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然后后方的话呢，造型也有一点点的简单的不一样，你看到这个地方带的这个尖刺的部分，这里跟这边，简单的说呢，也是有小型的改模啦，胸口的造型也不太一样。那变形成这个鳄鱼之后呢，它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造型也不太一样，武器也不同啊。当然这个武器好像天使的这个武器啊，像是天使翅膀一样，太可爱了。它的武器的话，必须要将它给拆解之后呢，再给拿下来。那它的一个造型的话呢，由于这一次啊是一个这个像刺球一样啊，它就不能够两手持了，基本上是握不到的。我们的话呢，给这个家伙呢做个简单的变形好了啊。首先这个部件呢挑上来，下半身的话呢做一个前后的一个反转，这里的话呢给折进去啊，下半身大概就这么样吧。上半身呢就这个地方挑起来，这个地方把它给挑起来，然后呢旋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头部的话呢往内给压进去，这个地方其实不用压，它这个头比那个感觉要小一点点，这个地方对对对，我记得是，还是要压对吧？压进去，这里有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进去。脚的话往前放啊，往前放，然后再反折下来。这样好像是踩到乐高的这个鳄鱼，对不对？好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手臂的话呢，是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这个角度呢稍微有点刁钻，不过呢合一下呢，基本上也能够对得到，合一下就能够对得到了。这边将它给扣上去。然后呢这个手的话呢往前面反过来，哎，就完成了这个颜色呢比较诡异一点的这个鲨鱼精。那它的武器的话呢，由于变成兽形之后呢，应该是就不拿武器了啊，一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置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还是能够放得上的啊。它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造型啊是比较不一样，这个地方干脆吧，我们的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杂兵呢也给做个简单的变形好了啊。这个一样先把这个部件挑起来，身体回转180度，再把这个部件给盖下去。脚的话呢不管它了啊，这里头的部的话缩进去，这里这一块部件翻折180度，头抬起来，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手部的话呢进行一个比较刁钻角度的一个组合，说是刁钻啊，其实也是很容易就卡进去了啊。然后呢把这个脚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chicken leg 的一个感觉缩进来。好，武器的话呢一样把它给扣在后面。好，
这个有那种潮玩的感觉了，其实我蛮喜欢的。这个鲨鱼精啊，不对，鳄鱼精，你看头部的造型啊，有点不太一样。两个的一个配色的话是些许的不同，背上的造型看到吧，背上造型两侧也是不一样，肩甲的一个带刺的一个长短。Anyway， 就是有个小改模了啊。这个的话呢，我就觉得还算是有那么一点收藏的一个价值啊。比起只是改色来讲，这个已经算好很多了。那我们的话呢，最后就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本体，这个五面怪啊。那我的话呢，其实呢，先已经入了这一个是美版。那这个美版的话呢，美版的颜色，我觉得啊，以我来看，我反而觉得美版的颜色好像还好看一点点。这个它是一个灰色，但是 SDCC 版的话是比较偏白。那以这个配色来说的话呢，我比方说我把它转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脸好了，我们先对比同样的一张脸好了啊，这个地方。我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转到同一张脸呢？ 好吧，终于转到同一张脸了啊。好，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颜色的话，美版的话呢，颜色呢比较暗一点，而且有一点消光的感觉，是吧？以眼珠子的颜色的话呢，也是右手边的美版感觉比较阴沉，比较恐怖一点啊。但是牙齿的话呢，好像 STCC 版的保养比较好，有一个银色的一个涂装。那我们每一张脸都对比一下好了，每一张脸都对比一下好了。再来这个，这个该怎么说？以这张脸的话，好像 STCC 版分色比较好，它额头上的那个圆圈的话呢，有多一层的一个涂装。我们先把这个椅子都拿掉算了啊。那椅子颜色不一样啊，美版是绿色，但是 STCC 版是一个塑胶色。再来是这一张脸，我觉得这个就很非常有魔神的感觉，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美版的一个消光的感觉比较强，反正 STCC 版感觉就是比较廉价。那这张脸就差了更多了，对吧？我觉得以这张脸来看的话，美版是完胜。它这个红啊，还有脸上这个白，对不对？跟这个是橘色相比起来，我觉得这个一个日系的魔神的感觉强很多。那接下来看下一张脸，这个，对不对？这个看起来好像还是美版比较好。Anyway， 五张脸里头呢，我真的觉得美版的一个质感好像高一些。那硬要说，SDCC 版赢在哪里？就触手的颜色，你看它是绿色，而且昆特鲨，就我们刚刚那个那只章鱼啊，它身上的这个触手啊也是绿色，所以我觉得 SDCC 版的这个触手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它胜出最多的。那下方的透明件它是一个水蓝色，美版的话呢则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白色，那所以这个就很为难，对不对？我觉得美版的话就是输在触手而已，其他的话呢好像都赢过了 STCC 版的一个配色。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这个你喜欢哪一个呢，就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的。那这一款的这个五面怪的话呢，是它的一个玩法，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是推动它呢，它这个脸呢是会做一个转动的，我就这样子揪住它呢来做一个转动，可能各位 OK。 而且它这个卡准还蛮不错的，你看它一定基本上的，对不对？只要你转动的一个松开的一个方法是对的，它这个转过来的一个定格的部分呢，通常都是会正对着我们的这个镜头，是不会有问题的。OK， 那严格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五张脸都很恐怖，真的每一张脸都有代表一种性格，然后就是好像那种奇幻文学啊，下地狱的时候呢，就有那种阎罗王会审判你，然后那种死神的那种世界里头啊。会有好几个这种魔神啊什么的会去细数你的点点滴滴啊，对不对？比方说买盗版玩具啊，或者是做盗版的开箱啊，这些都是罪无可赦的啊。那这个就是还蛮吓人的。那以及的话呢，他的一个手是可以拿枪的，那枪的话就是扣住旁边的这个，这里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小卡扣，那这里又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凸跟那个结合，可以扣上去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是这个五面怪呢手上拿着枪的一个感觉。下方的触手的话呢，它的一个可动呢，其实呢根部的话呢就做上下，而不是球形关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把它全部朝上，全部朝上，这样感觉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感觉就看起来就更加的恐怖一点，有一个侵略的一个感觉。那它的一个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椅子这个地方有个小型的结合卡扣，好，这样放上去。以及呢
它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配件，从这个地方里头可以把它拿出来。它里头的话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牢笼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结合的。牢笼里头的话呢是有关着一个角色。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在大电影里头呢，他算是交代一下剧情之后呢，就被丢进这个里面这个血池里头啊，不对，就是丢进这个池塘里头去喂鲨鱼精去了啊。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我一直很存疑它到底有没有可动啊，因为我试着去转它，但是非常的紧，根本就转不动，我也不太敢去转了啊。而且它这个本身这个手这个点感觉有点偏转，我也就不去动它了。那么在动画里头呢，它的头雕的话呢，刻画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就是稍微糊了一点啊，看不清楚。在动画片里头，它其实是一个造型有点像一个中年大叔的感觉，但这个由于配色的关系，看起来不知道他以为是一个青年还是少女的感觉啊，非常的梦幻啊。那他的话呢，就是就关在里头或怎么样，反正随便你想要怎么放就怎么放吧。那我们的话呢，就这个地方，暂时就不放进去了啊，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个蒙面怪他也是有变形，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形是真的是糊弄人用的啦，糊弄人用的，在。美版日版都是可以这样子变的啊，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这里给打开，好，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个组合的口味。那这个变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头啊通通都转上去。那我要提一下啊，这五张脸呢，有两张脸呢是你自己要装上去的，就是这个这两张脸，这个看到这里是要自己组合的。这两张脸我初拿到的时候呢，我扣了半天扣不上去，非常的难扣。那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三张脸都是一体成型的，这个造型都是一体成型，对不对？那这两张脸在美版的包装盒里头呢，为了能够塞进去，所以他把这两个脸拔掉。那 SDCC 版的话呢，一样啊，把这个模具是做了一样的。然后从这个角度看呢，就很恐怖，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角度看上去超恐怖的。如果你一觉醒来，对不对？这样五张脸对着你看，哇塞，那简直吓得屁股尿流失了魂了，非常恐怖。我就觉得这五个脸都是很恐怖的，所以会给我一个中年阴影啊，不是童年阴影啊，是我因为我是中年才看变形金刚啊，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那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呢往下面翻下来，这个地方往下翻。那往下翻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在这儿，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那扣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扣不到位的话，就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下放，把它给往下放。那每一格呢都是一样的，往下这样子放下来到这边。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有点紧啊，就是翻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而且它这个塑胶呢，感觉因为配色这个颜色的塑胶感觉不是很安全啊，不是很安全，大家还是留意一下。这个一样，双动关节把它往下放，双动关节往下放，好像没对到位置，跑掉了吗？哦，我知道了，它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位置的啊，这个地方转过来，它是一个二对二的啊。哎，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呢这一点啊？这样扣下来，这里扣下来，这里扣下来，这边也是一样。哎，这个地方变太久了啊，这么简单，变太久了啊，这个按下来，非常 easy 的一个变法。那这个地方要打开的话，是从这里按下去，这里按下去，它就有一个，看到没有？它是有一个，嗯哼，就可以把它给翻开了。然后呢，将五只触手就往外都翻出去。好，那这个能做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地方可以去扩充，连接到其他的这个部件上面去。好，扣上到这边。然后呢，这个监狱的是不是啊？它是不是要放监狱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先把这个人拿出来好了，让他倒着，实在太可怜了。这样。不对，好像这个枪好像是要放上面，对不起，我帮你装错了。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摆设了啊，各位就是明白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就好了。这边，嗯哼，这样如此，这般，然后这个好像是
这个我记得是好像只是放上去而已，是吗？好啊，嗯，好吧。嗯，就这样，这个造型是火回的糊弄人吧啊，反正就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就觉得没什么。他本身就这本身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啊，但是呢对于如果你是从这个小时候就看变形金刚长大的啊，特别是你如果喜欢 G1 大电影的话呢，嗯，尤其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因为电影，然后真人电影，然后入坑之后回头去追动画，然后再去看大电影的人呢，你真的会对于这个角色你应该会蛮喜欢的。我自己是真的还蛮中意他的这个五张脸的造型啊，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邪恶，非常非常的赞，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等一下，这个收纳应该是这样，好，嗯，这样扣上去，再把它给放下来。好的，那这个椅子的话呢，我先把这个部分再装回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的这个地方放下去，好，扣紧了。椅子的话呢，我们将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这些鲨鱼精啊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哎，我们都已经把它给变形到一个可以到定位上的一个姿态了。我们把这个镜头调高一点点，嗯哼，将这个负责审判的这个家伙放上去，以及呢这个鳄鱼精放到这边，对吧？然后这个鲨鱼精应该是要放在下面才对，不对，算了，我们放在侧边吧，反正镜头栽不进去了，到这边。然后呢我们这一个负责审负责审判的这个昆特鲨就摆在一个正中央的一个位置。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同分享的这款 SDCC 限定版的这个五面怪呢，还有这个其他几个附属配件的一个玩具。价格的话呢还是目前的啊，如果以这种3200多块钱台币来入的话，确实是比较豪华一点了啊。那实际上的话呢，我对这里面的这几个家伙呢还是比较有喜欢的一个感觉啊，特别是它的这个背景的话呢，我这样子镜头这样子带啊，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蛮逼真的，对不对？效果呢我觉得还不赖。那整个玩具的话呢，就做工来讲的话也还在过得去的范围，但是跟我先前碰过了几个模具相比，好像都有一个比较偏松的一个感觉啦。这个或许也就是一个再版啦，或者是说就是第二版本之后的一些常常有的通病就是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